成日孭一邊手攞嘅時候，就會令到膊頭痛。我哋做翻兩個伸展運動舒緩翻，咁就唔會高低膊啦。首先，我哋做一個簡單版本，鋪10個呼吸，之後再轉第二邊。再將隻手放喺頭上面，再轉第二邊，而家我哋再做一個加強版。首先瞓喺地下，將雙手放喺旁邊，再轉一轉個身，用翻隻腳 support 翻個身，右手向後拉，再 hold 10個呼吸，再做第二邊。